G20 Summit 2020年12月1日，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当天，习主席专门发表致辞，全面阐述了中国办会的思路和考虑。中方把构建创新、活力、联动、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峰会的主题，并在议题上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、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、 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，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板块。中方设置的主题和议题得到了各成员高度的认同与支持。大家普遍认为，中方的设想体现了长期性和战略性，也展现了宽广视野和雄心水平。 我们希望通过主办杭州峰会，聚焦世界经济面临的核心挑战和突出问题，与各方一道寻求共同方案，贡献中国智慧。治标以求眼下，求稳增长；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，推动 G20从 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，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的合作方向。So what was the prior to that?